果然是快递超市。这边就是很多货架，上面都贴着几杠几，有比较多的件需要你们处理一下。好，那我们现在需要送货上门的，你可以帮我送。好，没问题。这个小姐姐可以留在店里帮我。可以。啊，我要拖着这个推车。加油，程哥。好嘞。这有点重耶。哎呦。程哥，小个儿拉着个小车就走进了雾里。你好。好，走，我们去给他取家家长。在这边。四号货架。这是四，往后面就五。这儿。叫猴。猴，好，对。可以的话就帮忙给按一下。非常满意。谢谢。那你再帮我取。没事，5-7201是吧？没问题。5-7。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你好。2201给，谢谢。2-3220。10-12201。谢谢。谢谢。去评价一下。可以了，谢谢。你好，2003，好嘞。这个工作干得有点机械了。还是挺累的。007。好像是二。我感觉我老走神儿。闪位第一碗，这往哪里去啊？哎，你好，你知道闪位第一碗在哪里吗？在这个外圈，在外圈。我去，在外面那一圈，不在这个街上是吧？不在这个里面，在外圈。我去外圈找一找。好，谢谢啊。不客气。闪位第一碗，糟糕，有可能走错了。哎呦，我要绕着这里一大圈啊，也忘了使用导航这一工具。咱们是服务员是吧？对对对，咱们每个桌子上面吧都有桌号的，外面这一小片这个区域，就是咱们外面的所有黄色的座位吧，都是您的，都是咱们家的。有，让我辨认一下什么是黄颜色。黄啊。然后你负责这一片区域，这样的话咱们就开始工作。好嘞，好，加油。好，那我们努力吧。啊、我不太会。没事，你会写字吧？我当然我会。可是我，因为我觉得你们会写一些那个。没事，好嘞，好嘞，好，吃点啥？啊，要一个那个猪肝炒。稍等啊。刚才来的海螺虾，然后一个汤。一点点的，微辣啊，辣我都不会写了。啊辣啊！姐，我写的你能看明白吗？你看你能看明白，撑都。看明白了，撑都不用写，大家这撑叫倒写。哦，好嘞，啊，我好愚蠢啊！大哥，您是要加酒吗？你帮我把那个退了。好嘞。然后给我换这个。哎，换一瓶，您要凉的不凉的？常委，好嘞。哎，大哥，请倒。哎，别客气。你好，几位的？四位。姐，楼上去了四位，是不是跟谁说一声？你拿着交完了才能，你上去给他点菜了。我可真点菜不行，我点菜点不利索。你会写字吧？啊。你还得听啊。哎，大哥，来。哎，大哥，能点。哎。10块钱3条的、这个，10块钱3条啊，弄2条不辣的，弄2条不辣的啊，豆皮儿10块钱一板，来2板，哎，10块钱板来2板，哎，然后牛肚，哎，来2板，哎，对吧？哥，你等会儿，我忘了，你稍等一下，哥，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得要个本儿，而且那个大哥比较不高兴，看哪个人，你先去一下，平复一下情绪，别耽误你正经买卖。行，不好意思，大哥，给您叫着了，不好意思，这不好干，真是不好干呀、啊，姐，这慌啊，慌啊。
姐呀，第一个蒜泥黄瓜已经打了，点过了，要脆一下。楼上行吗，姐？行，来来来。哎，姐，哪个是一厂的青岛？这就是一厂。这就是一厂的。好嘞，谢谢啊。姐，你给我打个原浆。哎，好嘞，没问题。哎，好，谢谢。哎，姐，外食要一杯扎啤。再来一壶。两个，姐。哎，我们点的扇贝呢？快点。哦，马上马上。姐，外边四，他有个扇贝一直在催。姐，外边七号来个那个蒜泥黄瓜。姐，你外边五号要两份花生，喊你好了吗？姐，给他快点吧。姐，催好几趟了。姐，这怎么打？我能自己弄吗？姐，这盘搁哪儿？姐，这是哪桌的？姐，所有的都要收进来吗？姐，这个放哪儿了？姐，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好愚蠢啊！这个好多知识跟不上啊。对，你知道青岛还有一厂二厂的区别吗？我看菜单了，太崩溃了。一厂比二厂贵两块钱，是吗？对。要不咱俩喝啤酒去吧？对呀、啊，你坐下消费一会儿吧。我看着太馋了。二零一撤单，哎，二零一撤单啊！姐又要给我们干活了。但凡烧烤好看一点，我早回家干烧烤去。是不是没有人给我们打分是吧？因为大家吃饭也没有打分的习惯，好像太累了，不好干。哎呀，终于回来了，回来了，还是这里好呀！我在这里，我是厨师，我回来了。哎呀，你咋样了？哎，估计累够呛，太累了。那咱那啥吧，咱先那个述职，一起述职吧。哎，还有点紧张呢。嗯，你说我这一会儿进去就述职了，到时候一问一答呢？一答？早说呀！给，一答有范，口袋装啊，随时随地轻松开嚼。吃鸡架不？好吃吗？这鸡架？好吃。来吧来吧，成哥，你俩干嘛吧？送快递。累吗？累啊，我要到处跑啊。我是不没出门，我就在快递站里，我收了好多件。我看你挺轻松的。我那边我一送第一单我就打错电话了。喂，你好，是于琦先生吗？不是啊，你稍等啊。你看啊，原来是打成了寄件的电话。要打收件人的电话，太弱智了。哦，原来要打收件人。关键而且就是你找地儿挺麻烦，因为不熟嘛，而且很傻，就是也忘了使用导航这一工具。完全傻了，全忘了。对啊，那就生问，突然进入原始社会了。我就走着走着突然想，对啊，有个导航啊。拿出手机导，接下来就方便多了。太，而且那个哎呀是有点弱智啊。嗯。那个脱口秀这个行业真的是拯救了很多人。你想想这帮人干啥去？只会做最基本的，你那别的也不会。对，你俩干嘛的？我们是做服务员，在饭店。服务员啊，就是累，没别的。点菜的时候非常紧张，你就提笔忘字，然后在那辣我都不会写了，你说要微辣啊辣啊，可难了。那肯定凑不够两百多个吧？我们好像五十多行吗？是是是，我俩一共就一个。你俩是啊。好，那因为大家都无法达到这个标准，所以呢你们所有人要给两位主任承诺。好，我们的服务业专场你们必须承诺观众评分不得低于我们历来的平均分。好，低了怎么办？会有，就真的有惩罚了。好，我们努力把它办成，没有问题。行，来下一场的资源报告主任。我俩还是主任啊。第一位啊，南瓜，他是做过跑腿小哥，做过外卖骑手，啊，有这个服务之星跟五星好评战士之称。哇，还是战士。他另外呢，因为大家为什么很熟悉他，是因为他同时也是一名脱口秀演员。哦。他的配图甚至是他在伟大演俱乐部演出的照片。他在外地演，来跑腿跑到了我们这里。南瓜，你就自己写稿吧。您的订单已送达。自称为大家服务的小赖，
上海九五后小区团长。哦。当团长期间，短暂体验了服务行业人员的不容易。本职工作是互联网产品经理，将团购流程融入全新的互联网思维，在小区广受好评。再来一位，下一位，好。哦，这位很有名啊。啊？谁呀、啊？重庆的理发师，也是一位 UP 主，拥有13年理发行业的服务经验。因为看不惯业内的很多现象，2018年他自己跟朋友一起创业，开了一家专注理发的店，啊，为理发师证明，也就是理发店喽。哦，这是他的自媒体账号呢，一说出来很多人就知道了，叫山城小立群的理发日记。哦，顶流视频创作者，他来的话一定可以给我们一些朋友重新设计一下发型，其实肯定不能是你。用你没有任何说服力，对，你比如智胜这种发际线很高的，他就会能用一个方法让你完全看不出来。我的妈呀，我突然想试一试了。他是能贴的，他能贴住、哦、发片。我现在出去录节目开始给我上发片了。杨门早就上发片了、哎、这个不需要比。杨哥你为啥需要发片？因为他掉头发。哎哎，这个山城小立群第一个置顶第一个视频，就是边给那个顾客做头发边说，你这是模仿徐志胜吗？还真的挺像的。那在哪里剪的？这么就在路边边剪。你在模仿徐志胜吗？他把我做成我。真的。他能把我们每个人都做成志胜吗？不是，人家是做好看。那有什么？那行吧，那应该他应该对我很有兴趣。下一个，哦，大咖了，有多大？哦，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冠军，徐梦桃。呀、yeah ，厉害厉害厉害，徐梦桃真的有眼光。父母在鞍山经营烧烤摊。鞍山我去过，从小就帮父母烤串、收签子。哦，还有一个。哦，还有一位啊。哇、哦、哇、哦！你看见了？我看见了。值得一猜吗？值得一猜。东北人。哦。王建国，呼兰，王冕。你们三个取消资格啊！东北人，东北人。那个从小家境贫寒，早早开始打工补贴家用，也饰演过清洁工啊、外卖小哥啊，很多服务行业的角色。这个猜不出来啊，这个。这猜不出来可就不对了。宋小宝啊。宋小宝啊。一举一令。一举一令。一举一令。宝哥来了，宝哥来了。宝哥。那咱们分分啊。行，就这吧。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谁去，我们谁要上。我上吧，我上吧，因为我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对，你是真干过。真干过。真干过。广智定了，广智单捞一段脱口秀。剩下的就有可能是可以，我没想弄一个三个人的，三人漫才姜，就是他吐槽我和杨哥俩人，三人漫才杨立庞，在这里边蒙恩有可能是装傻，有可能是吐槽，也有可能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对，就是怎么都有你。行，那咱接着想开场。开场，你们开场已经跳舞、走秀都用过了，都用了。那还有啥呀？那不就是就是？有没有啥跟服务比较能搭上的表演形式？弄一个篝火晚会啊！哎，我觉得挺好哎，至少每一个人出一个节目，我觉得会比较有意思。要不就是一个人一天，比如说成哥一天要享受多少别人的服务，每个人出来就是亮个相抛一个梗下去了就结束了，就是服务快闪，感觉可以。嗯，剪头发的那个大哥感觉能整点花招哈。哎，别理吧。哎，剪刀秀，我觉得广智有这个潜力。小丽群给他剪头发啊，因为你底子好。智胜如果真舍得的话，那觉得效果爆炸。啊，我是真舍得，我就怕他做不到。他应该是能做到，因为他的视频里有很多千奇百怪的。不是，刚才说广智的时候可都是底子好，到我这千奇百怪也。